我那白活了，白来一世哦。我对不起，谁都对不起哦。行了，都是你的，我没有，行不行？都给你。那您刚才说都您的，那多新鲜啊！昨天我们说到，聂大爷一家因为当初拆迁分房的事情，现在和儿子已经撕破了脸皮，闹上了法院。法官了解了双方的想法之后，也是在审判之前组织了一次调解，没想到双方一见面就吵个不停。说来说去的，现在这孩子就是大，这是个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结婚这个条件吧，你就得给孩子准备一个房子，但是这不是绝对的，我也认为这不是绝对的。给孩子一定要准备一个房子吗？也不见得，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，如果没条件可以克服，是我们要往后看，是不是？在调解的现场，聂大爷的女儿因为有事没有到现场，所以聂大爷女婿赶到了现场。聂大爷女婿就认为，当年在分房的时候，聂先生已经签了承诺书，把最小的房子分配给了妹妹，如今又想要反悔，这怎么也说不过去。姑爷，说说你们的想法。那套房原来就说好了，他给他姑爷的，可能是黄家，这是一句我没参与过啊。最后他还有他的自己签名，那套房闺女那儿我有，都写着呢，带着这字啊。就说如果让老太太和老爷子先暂时住到聂的房里头去，有没有可能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你们没有商量过吗？我没商量过，一般他们这我不买。那您今天也没有带意见过来，因为我们想知道说那套房现在老太太老爷子能不能暂时先去住一下。是，您能打电话问一下吗？我问不了，不当妹妹。那非得开庭才能说。对，法官也提了一个建议，现在双方虽然说出了各自的想法，但双方都不接受对方想法。法官是建议聂大爷和老伴去外面租房住，把房子让给儿子和女儿，但在外面租房的钱必须要由俩兄妹来负责。对于这个方案，聂先生不认同。咱们就再说另外一种方案，如果要是给老爷子老太太去租房子呢？这不可能，老爷子给两房凭什么租啊？你不同意？你们呢？不同意。不同意。也不同意给老头老太太租房子。他有自己的地库，他有自己的房，他有一房，一房养老，一房住房的权利。他为什么要租你？还是不承认？双方第一次调解不欢而散，法官对各方心里所想的有所了解。既然双方不接受调解，那就只有开庭审判了。在第二天的时候，双方都赶到了庭审现场，聂先生这边也请了代理律师。在审判之前，代理律师说出了聂先生的诉求。简单说一下你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吧。诉讼请求就要求依法分割拆迁安置的三套房产，事实理由就是按照东庄新村的安置政策，每人安置60平米，聂长系独生子女可多享受20平米的待遇。根据拆迁安置政策，原被告利用拆迁款购置了本案的三套房产。三套房产购置后呢，原告三人仅使用了一套85平米的房产，其余的房产一直由父母支配和使用。现在原告聂阳一到了结婚的年龄，却无房居住，为了明确三套房产的权属，依法提起了诉讼。聂先生就认为，三套安置房都是在写在自己名下，应该归聂先生分配使用。聂大爷这边也请了一名律师，聂大爷这边就认为，当初在拆迁分配房子的时候，儿子已经写了一个承诺书，把最小的房子给了妹妹，当初房子都已经分配好了，现在还要来重新分配，他们是不接受的。被告说一下咱们意见。首先啊，就是这个关于原告要求依法分割的这三套房产，其实是在那个拆迁安置的时候，就是家庭的那个内部已经有明确的这样一个约定，就是34号楼331/401这个房子是归聂明艳所有的。然后14号楼431/301这个房子是归原告所有。23号楼232/302这个房子是归被告聂和陈阳所有。所以说现在原告要求重新分割这三套房产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予以驳回。而当初拆迁安置房子的时候，是聂先生去签字的。聂先生说，当年父母和妹妹都表示不要房子，所以自己去签字的。聂先生说，当年自己当时去上班了，所以让儿子去签的字。拆迁协议是谁去签的？我签的。为什么是你去签？父母那边他们说不要房，说我妹他不要房，父母说那就全给你，你签吧。你说一下，是聂儿去签的，这没问题是吗？这是他，因为我上班呢，就让他去签了。您上班是咋的？没时间去？对，没时间去。就是聂海协完和聂的意见是一致的，是吗？为了还原事实的真相，法官只能是了解当年拆迁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当初拆迁时权利人到底有几个，分别是谁。他签字他就觉得是房所有人了。拆迁补偿协议中的安置人口有几个？5人。
三人告和，聂海辞职，对吗？没有问题吧？嗯。拆迁后获得了几套？回去吧。咱现在统一以村里的那个面积为准，这样咱们好计算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可以吗，聂海？可以。14号楼四单元301，面积是85.4。23号楼二单元302，面积是139.88。34号楼三单元401，面积是81.87。复式层46.73。这个你们根据拆迁政策，每个人的那个拆迁面积是多少？60。孩子是多少平米多加20？总共5,300、320，对吧？原来当初聂大爷把最小的房子分给了女儿，但是那套房子是复式的，有上下两层，上面那一层也有40多平方，上面那一层是聂大爷女儿出资购买的。复式层的46.73是谁购买的？谁出资的？是我购买的。是你购买的？出资购买的。花了多少钱？花了2,800了吧？是不是有人收据了？有人收据。就是关于这个三套房屋的分割问题，各方当事人是否协商过？02年，嗯，准备就给聂海说，我先不给他房了。怎么后来为什么又不给钱了，又给房？我跟王先生商量这事，王先生就是然后跟袁老商量，袁老不同意，说我给他多，然后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个楼房跟这现在跟这钱相等，我得了，那就给了，同意这套房，你也甭争了。就将401的房屋赠与给了，是赠与吗？赠与是赠与给他，赠与。我们这有手续，但是聂先生就认为这40多平最小的房子当初是自己赠与给女儿的，而且他们之间有一个赠与手续。虽然自己的女儿没有享受到拆迁安置，但是他把自己60多平赠与给了自己女儿。但是聂先生的对于父亲把自己的拆迁面积赠与给了妹妹，聂先生是不认可的。啊，有赠与协议书，2011年8月10号。这个赠与协议书，首先这个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惯例性我们都不认可。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他这个实际的赠与。2014年年底的。口头赠与不知情，对，谁不知情啊？原本都不知情，都不知情，对，这不是，这不是，那阵儿父亲他代签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没清楚，我废了，那阵儿根本就不知道，他知道，还写了条呢，我有条文的签字，那是我签的字，嗯，那是我把那原因说一下，嗯，说一下，因为我母亲那阵儿重病刚出院，嗯，我父亲那阵儿完了不跟我要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写了一张纸。还是一张破点的纸啊，对于这个2011年8月10号这个也不认可是吗？对，不认可。这时候聂大爷突然情绪激动起来，再加上自己有病，突然咳嗽了起来。法官也是看到聂大爷咳嗽比较厉害，无法继续要进行审理。行了，都是你的，我没有，行不行？都给你。那您刚才说都您，那多新鲜啊！那个杨门蹲一下。哎呀，别激动啊，不激动啊。哎呀，在聂大爷恢复了之后，表示自己还能够继续参加庭审。在聂大爷的孙子积极的搀扶自己的爷爷。老爷子咋样了？歇会儿，还能行吗？舒服点了没？别着急，这不是有我在呢，我跟你说的那个正一直说两天那个踏踏实实的，有怕啥？我去过您家了吗？跟杨老师很清楚了。别着急，不是老子你太长，您后面的贴纸还能参加吗？能行吗？能行啊。那走，那个长阳过来。慢慢的。法官也提了一个意见，现在聂大爷的女儿也没有居住在这套房子里，还不如租给自己的父母住，但是这个租房钱由哥哥来出，聂大爷女儿也表示接受。聂啊，咱作为闺女来说，你看其实这个安置人口里头是没有您的名字的，对吧？对，而且呢现在您住的这套房子呢也是对外出租的一个状态，因为我是想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嘛，就有没有可能说是把这个房子呢，你与其租给别人，有没有可能租给你哥哥，然后呢就是父母来住，由你哥哥呢给你出这个房租钱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不太说反对，考虑一下这个。但是聂大爷态度还是非常坚决，最小的房子还是归女儿所有，其余的两套房子全部让给自己的儿子，自己也不要了。不知道是聂大爷说的气话还是经过考虑的。老爷子您看啊，这孙子也是你从小带到大的，你也挺疼他的，现在呢孩子已经到了这个适婚的年龄，需要住房，这也是需要咱们考虑的问题。
你看咱们一起给他想想办法，行吗？34号楼，嗯，401，嗯，闺蜜不会有。还有呢，302呢？闺蜜不会有，我不要房。我建议您慎重考虑一下您的意见，再跟律师商量一下要怎么定这个房，明白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401是你的吗？301是哪个那个吗？302不是您吗？这最开始不是你的吗？是，我死里头不是的。301是给聂和王强念，对吧？对。然后302是你们俩百年之后，百年。对。对然后401是还是乳腺癌，是这意思？对。也是这意思，对吗？对吗？聂大爷想的是。最小的房子还是归女儿所有，130多平和80多平的房子归儿子所有。但是这130多平的房子，在自己死后才能捡儿子。双方虽然有争议，但是对于房子的最终归属，争议却也不是很大。法官寻求双方是否要进行调解，双方都表示愿意调解。好，原告，然后你们认为那个谁，401是给谁？是父母的，是吗？行，法庭调查结束，双方是否同意调解？原告，同意，可以同意。被告。同意是吧？看你们签字。现在已经是矛盾公开化了，那么以后老人养老的问题又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。法官想趁着这次机会，把老人以后的养老问题也给解决一下。我感觉啊，现在的大家的思路基本上说，就是甭管是老人百年以后还是现在，就说这两套房给儿子这边肯定是没有问题，然后那套房给闺女，我估计你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对吧？大家对于这个分配方案，实质是最终的分配方案都没有问题。只不过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，就是如何确保老爷子的居住权和老爷子之后的生活问题，对吧？法官是建议兄妹两人共同赡养父母，并且每个月固定给父母赡养费，这个钱打到父母的账户，谁都不能动。那我想说，如果你住到那个闺女家，现在让他们老师出钱，咱们就谈钱，给多少合适，咱们谈这个数。要么轮着来，要么今天住你家，就是这个月住你家，这个月住你家，要么就是这个月就住谁住谁家的时候，谁就给谁钱，就是这样。能行吗？可以啊，这不很公平吗？就是轮流着可以啊。嗯，就是现在我的身体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段可以商量，没关系，就是你住的这段时间你给他钱就行。嗯，可以商量这段时间，那咱们商量着来，好不好？这钱说清楚了，给父母的钱谁都不能多拿，每个月你们就把钱打到父母账户即可，其他的事儿父母怎么分配，谁也没有知情权。没想到聂大爷这时情绪突然激动起来，趴在桌子上居然哭了起来，认为自己把儿女养大，现在成这副局面。他们只有一个给你花钱方式，就是抛开你给他那一部分财产分配，然后赡养费要跟他给他一样的，反正都你说算，我们说了不算。有吧？哎呦，老爷子。都出去吧，都出去吧。老爷子，先平复一下情绪，好吧？不用，别这么激动。我特能理解你们俩老两口这不容易，但是你看我现在不是在积极给你们协调这个工作吗？是吧？所以你得配合我，我才能给你解决问题呀、啊，是吗？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坐起来。哎，老哎呦，哎呦，哎我这就得喝口水，喝口水，我那白活了白来一世哦。我对不起，谁都对不起哦。最后，聂大爷说出来心里话，他还并不想离开自己现在房子。至于为什么，他也没说。我不想离开我这住处。为啥呢？我没有为啥。如果说现在，我只不过说把你之后的事情也想到了。现在轮流居住呢，大家都没有意见，就是说大家都能照顾到你。然后呢，这个居住问题也有保障。然后你就咱就是说这个老人嘛，就是说这婆媳矛盾是正常。我既代表法院，既代表法官，还代表一个子女。我说白了，所有人的利益我都可以不考虑，但是你们老两口的利益我一定要考虑到，好吧？回去跟老爸商量一下，今天下午3-4点左右我会给你打电话。好，那今天先这样，咱们下午再说，好吗？本以为双方都同意进行调解，没想到还是没有调解成功。最后聂大爷给法官打了个电话，他还是希望法官进行了宣判，他也不想调解了。妈，跟老爸也商量了，嗯，老爸也不同意，嗯。这可是关系到您还有您儿子您闺女这所有的亲情关系，这一走错一步就真回不去了，好吗？我也理解，是您的心情我也理解，但是我没说正义了，这老伴儿这样，您说我怎么我也没办法。嗯，行，那我就出判决了啊。
啊，行了，您多看您了。嗯。法官对此案进行判决，会根据当初的拆迁协议、拆迁面积、拆迁人口进行宣判。现在法官主要考虑双方是亲人，判决很简单，但是亲情关系难以弥合。最终法院判决，最小的46平复式房由聂大爷女儿居住使用第二层，第一层由聂大爷和老伴居住使用。聂大爷和老伴现在居住的139平房子交给聂先生一家三口，聂先生居住80多平的房子也归聂先生所有，但是聂先生要支付给父亲房屋折价款66万。